好的。Hello， 大家好，我是 Lollipop F 的敖犬。那我记得我跟爸爸小时候呢，爸爸会带我去买模型，然后一起牵着我的手回家，然后跟着我一起，然后一片一片的把模型飞机组起来。这段回忆呢，在我小时候呢是非常印象深刻的。那长大中间的过程呢，就跟爸爸比较少互动啊。直到最近呢，我买了一个新家，然后在装潢房子的时候，有一个类似装潢的东西，然后这时候爸爸他又想要发挥他喜欢组装东西的一个才能，然后就跟我说：“哎，儿子，这个东西让交给爸爸来装。”啊，你真的会吗？你不要把我房子搞砸了。他说：“好，没问题。”没想到他真的把这个东西弄出来，而且弄得很漂亮。然后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是跟爸爸就是一直在一起装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回想到刚刚讲那个小时候跟他一起去组装模型飞机的那个画面，所以那时候还蛮感动的，因为觉得爸爸还是跟当初一样。那这个就是我跟爸爸的一些小故事。那父亲节快到喽，记住赶快跟你爸爸说我爱你吧，祝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拜拜。